是贴心女神啾啾。YG 娱乐正式宣布 BLACKPINK 成员已经正式的续约啦。家儿女，应该是家儿女。他是他的儿子，不是他是他的儿子。他是一个人，不是一只鸟。我是右膀，我今年22岁，今年22岁，22岁。麦克抱抱 TSE 女郎聊新闻，乖乖上正音班，卷舌好男守岁一秒变守岁。线上所有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花姐姐，我是杰儿。虽然我的身高才153公分，可是我是短小精干。我是宝七，我是一位宠物美容师。我是比特，就是那个爱成丘比特那个比特。我是今天来宣传 TSE 雪真博览会的主播蓝心雨。好，安宝，哎，用宝，用宝。是 TSE 女郎12月起来女神搜查线聊新闻，平常碎碎辣辣的面对粉丝，为了让大家口条水平更高，有请老师来给他们上一课正音班。我今天是他要找人家给你上课，真的笑了。我听到了，大阿好。鸡给我看，鸡不准闭牙齿，打开。他是他的儿子，不是他是他的儿子，他是一个人，不是一只鸟。好。我是右膀，我今年22岁，今年22岁，22岁。不要这样，我腿都。女郎们临阵磨枪后，就去视察摄影棚，私下嬉闹比教室严肃好看多了。小慧灯光哎，你要就是嫌弃重啊？啊！啊！But first, let me take a selfie.传递娱乐新闻，蛮期待的报道。1月26到28 ，TSE 台湾写真博览会将与大家见面喽！这是一场亚洲最大的国际写真展，集结海内外的性感写真女星，我们 JKF 百大女郎也会在哦。门票现正热卖中，详情请上 JK Face。拜拜。